邓丽欣有份主演的 View TV 剧集《男排女将》就快播出了，为了宣传剧集，她就在 Instagram post 了以前打排球的相。中学时期的邓丽欣清纯气息逼人，由中一开始打排球的她长期接受训练，曾经是香港青年排球队的队员，负责了主攻手或者自由球员，但是最终就因为加入娱乐圈而放弃了排球。邓丽欣就在发文入面感谢所有陪过她奋斗的队员，虽然现在大家都各有各忙或者已经放低了排球了，但是曾经的热血相信一直都会在回忆入面继续流动。